一百五，一百五，一百五，快点！来，八五个有人买无？一百五，一包一百五，八五，八五，八五，三五，连两三五，来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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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又未发钱，有唔少，看到啲钱冇爆咗，我发钱。哎，讲啊，哎，正常我一手拢卖两千块啦。对啊，刚刚上。你最听讲，我今日招三个人客，都没人。你还没来，那时候你还没来。我今日招三个人客了啦，我三个客人啊，哎，叫我门前买1500块，三个客人。哎，对。安尼就一箱啊，一箱就一箱来收钱。我等下要做啦。难怪你唔收钱，你过来要做啦。来，再搁一个来，再收两个啊。过来。来，再三个来，要紧就是来服务啊，拢一千个要该好诶，该收钱就对啦。一个半条啦。来，后边搁来。五千块。拢无啊，完全无偷藏哦。我收你三个哦，完全无偷藏啊。我用一直困落就对啦。来啦，收贵个我甲你补贵个啦，来，一千块。给我这里一个，还有人没拿到的吗？给我个蛋糕吧。好，谢谢三弟。没有人要，三弟。来，还有谁要虾子的？我开直播给弟弟。还有谁要虾子的？你开直播帮你转。晚上去逛夜市的。晚上再说啊。但是他留言在跟我。这离中立夜市很近。你要住哪里？你今晚呢？我还没确定。我还没准备好哪间住。这边他们那边的，不要影响到别人做生意。来一千块多钱啊？五块这个好，好，等我价哈。昨天的，昨天的，要问我们陈导。来，是他做，今天怎么是我做？来，坐坐坐，今天不是我做，这好，知道吗？卖什么啦？这个鲨鱼，好，马上卖了，马上卖了。来一千块啊，谁要？还有千块，阿姨，我一千五啊。来一千块啊，一千五。我叫姐妹啊。你来最后一千块，做两杯不？来一千。谢谢。来一千，这台要拢贵啊。我几多卖？上刀啊！一千卖，一千卖，虾子都有了哈。来，来鲨鱼来，来鲨鱼先讲，先卖来。
爹，你是不是叫阿伟？这样你是不是叫阿伟？啊，我爸。来，我爸。来，喊他一千。新鲜哦，那个大盘啊，对哦，三八了，三八来了，这条来了，新鲜哦，这条半下鱼啊啦，一个都结了，真的来了，刚出来啊，他们从山上，好，下下来啦，这地上高啦，这两地这嘛是两地啦，两地就是一地同款意思，三八，来个三八，先阿姨，这地，来，来徐三毛来，等一下。什么鲑鱼啊？哎，鲑鱼是什么啦？鲑鱼来五百，来，这都只现切的，阿伯现切的啊。鲑鱼够五百什么？来五百块这边。等一下，有的有，有。我等一下找你。来，谁要鲑鱼的五百块？等一下找哈，谢谢。来，五百什么？来，预备好。来，就起来，金星来，金星来。金星先生。来，鲑鱼到下面来，五百，来五百块。菜饭好，来鱼好，这十几只拢切了呀，无啊啦，无啊无啊，还有吗？等一下一起找。然后买我豆腐，够。无啊啦，还有我把小妹，都有了哈，还有一份，还这边一份来。我蛋姐啊，蛋姐，你切几多呀？我要送牛来，先送来。一千，来，找我爸，这个姐，这个姐。哎，这个姐，这个姐。来 ，OK。准备蓝色，蓝色。马豆子，你来先马豆子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找？我刚才都拿来再找啊。明天在哪？明天在大园。明天在大园。200块6，这五人诶，这个有蛋的哦，这个有蛋的哦。好，有蛋的，有蛋的。两公两公，谁要变？两公两公两，这谁敢吃哩？来，搞大大园那种玩不玩？你今麦无大园无人气啊？串恁老鼠！你爸讲，你要盘囝仔，你咪敢要盘你滴？这条鱼鱼我好像千几千只，我抢我爸，卖200块6来。老人。自己收收进去，两百块。老人分哦。来，招手起来。来，我要。来那边两个来。来。来，阿西五，那个是我的吗？知道。给你看看还在哪哈。哦，这是多少？你好。现在的鱼哈。不能八千卖200块，两百块等到一下啊！啊，你要找我钱啊！你等一下再找哦。阿姨，你听我说，规扎这么大，车去洞内底找袂去，不能走，这多人对付嘛是对着。哦，来，免烦恼啦，一定找你。不能包，车啦，车好来，够两包人来无？来两百，老人分啊！老人分啊！吼，来，谢谢啊。来个两包人来无？够两包，早点讲。好。刚才不讲，是你耳背没听到。哦，好。那我的问题。对，你的问题。还有谁要联系？没怪我嘛，怪你。都有了哈。中午啊，你个朋友。好的。你那个。来。给我家人。家人好，买一个多少？你拿了是不是？哦，好啊，没关系。啊哈？看跟谁拿500？你几斤四百？不要，1000的。不是啊，你是谁？陈哥来。啊，德明啊。好啊，那就不用了。我再来，我问一下，虾仁大颗的，我还要给你开钱，咱不要收的。这一斤也无400，你绝对买袂到。一包5斤重，10担无挂水。来来，千块，再一个来。大颗的，这比例往后快撕掉，变假的哦。虾都虾球，我不是这个。1000块谁来的？来1000，还有谁啊？超级大颗的，1000来。来又来。我找一个机关。拿给他看，来，我弄看了。这鱼骨无弄啊。来1000，前面，来，再抽两下吧。来，你们来一 K 啊，来，再起来来。一个一个着急。来个1000个先卖。再问一下，1000块还有谁要虾仁的？1000块五毛，都有了哈。来，谁该说虾子的？是阿姨说的。谁？这里1000块。1000块啊？对。拿2份。小尖尖。来，这边要2份。没分这两个就对了，分这2个。再次给你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这1000块，你1600块吧，阿姨。阿姨，1600块吧。
厉害了。他要五粉，要那一盆。那一盆没有了，这一盆，这盆不一样啊。这个盖分下去1000块的。那等一下，你要500的，等一下。来，你要500的，等一下来，小心点，500我就得哦。500我选中500啊，你啊，我爸给我，我爸，那不要，500块，对嘛，不要了。这一盆想要买1000块是不是？这一盆要买1000。那盆要1000了。这盆要1000了，很惊讶。哎，不用惊讶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来。不一样，那个三份的。400，400多。